老秦也要来，老秦也明天上午到武汉，然后后天坐飞机去深圳，然后去提亲呢，和他儿子提亲，和小舅子提亲呢，和深圳提亲呢。给你找弟媳去了。给我找弟媳去了。直播比炒饭挣得多吗？我们还是以炒饭为主哈。这个直播的收入还是要来自于哥哥姐姐们送的礼物，送的礼物越多收入越高哈。但是有多少礼物收呢？哥哥姐姐们也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最终的这个还是依靠这个炒饭哈。炒饭生意越好，赚的就越多，是吧？对吧？啊？是台水哦。你看一下天气预报有没有雨啊？下大雨。下很大的雨啊！别人都不慌，我慌什么？我也不慌。说香肠炒饭吗？啊？我跟你说的是香肠炒饭。哦，那下一个炒。风有点大，就是哦，不知道会不会下大暴雨哦，今天。打雷了。主播不是湖南人哈，主播是老家是福建的。在哪里下大雨了？在武昌吗？很大的风哦。下不下来呀？哦，等一下下来怎么办喂？打伞，等一下下来，这个雨下来吓死人的。